躺几躺足一期就搞定了。那换毛了，那两天那个青，它都是白的，是吧？那猪好肥哟，300多斤应该有。以前都是靠人工抬起，现在用葫芦。洗干净了的噻，洗干净的，还是摘萝卜，脚脚要洗一下，放点水，干洗。皮儿不要，哎。有些人喜欢吃这个东西的很。我肥皮拿来炸了。那个排出来光排出香肠，哎呦！还有过那个灌香肠吧？哎呀，灌太吃了，我每年都灌几千块的排出。他灌就不把肠子进来了。把做的锅炖鸡都吃。腱子肉贵了，灌起来。我打中了脑瓜，还能给我看？哎，要得要得，我中了这个了。没啥紧了呗，得吃啥嘛？哪个？结婚了。啊，早说。嗯。那个时候啊。哎，有煮的饭是不是咯？哎，大家好爱哟。这个还是好厚了，这个肉。懂。我是在瘦肉做。那必须。正宗的土猪，这个是。可能有有有。长老了嘞。你还是没得等力气大。有有。长老了，长老了，长老了，搬都搬不动。好爽啊，这个。下面的
点买早出了，买到别个喂了鱼等着。哎，你这知道回多时间的买的嘛？就是啊，他那是熟人呐、啊，很熟的人呐、啊，一个院子。我那会儿叫外个说啥都遇到的。嗯。过去外个叫人遇到啥都遇到的，大爷子。都遇到的啊。如果在上面那个分来吧，不要过分，都要那个。来，把钱要开头的加起来那个钱。我去，我把那个打起来。啊，打起来三个的。那我打嘛姐，那个门。你切的切。我黄芪水也好也好。我这用酒不用水是吧？不要水，水加起来应该吃。没晓得了。又敲到起了，只是用酒来把它发湿。有、嗯、什么的，哥哥娘。啊，好久了。还有十点钟吗？大厨，农村上的都不讲究。哎，还没那个些。煮熟。我们酒一切，他自己都散了。嗯。先做好了。它容易蒸发水分大，厉害。哎，它蒸发了。我都洗出来三个了，我看六个。哎，不要水，跟你说。那么多人要吃，没得几条。等一下，我把它炸散出来。这个嘛，都是。不是烟气，那个猪猪儿它泡些。哎，它泡些好吃。啊，这香肠啊，我跟你说嘛，饭碗，我做过来。马上要开饭了，这个是鸡汤、鸭子、回锅肉，你看他的做完，要不得，鸡汤，有啥子？小朋友，要这个吗？要这个。快来噻！哎，坐起坐起，不敢吃了，等。